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有一位久经沙场的将军，得到世间上一匹非常珍贵的天马。将军有一位挚友，跟将军出生入死，和他一起救了一位姑娘。这位姑娘在汉匈之间练得一手飞天剑舞，却左右不了自己的命运。他知道姑娘不爱自己，父亲也不爱，可是他是游牧天地间的王子，怎能因一则预言听天由命？少年将军也不信命，只信国信民，敌众我寡又如何？旗在人在，旗亡人亡，誓死追随将军，旗在人在，旗亡人亡。所以传说里的故事究竟几分梦境几分真呢？那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。